高凯，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，就别回来见我。那我……啊，快去吧你！倒没劲儿了。 悟空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管他什么地方，师傅，离西天还远着呢。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。好，师傅，稍待。 妖怪，妖怪老爷，你饶命，你饶命，妖怪！你不说清楚，你就别想走。妖怪，悟空，悟空，休得和人调笑。还是问路要紧。师傅，你不知道，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，就收养。这青天白日的，哪来的什么妖怪？师傅，这是真的，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。啊，真有妖怪！悟空，哼，人家家里闹妖怪，还有假的吗？哎，算你家好运气，碰着俺老孙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帮你去降妖啊。你，走吧。 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，你行吗？悟空，莫要逞能啊！师傅放心，请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是我呀！哦，法师请来了。你回来了啊！太公，太公，太公，嗯。 太公，哎，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？想要的法师，我给请来了。啊，刚出去就请来了？真的，他说他会做妖怪，就在门口呢。还不快请去嘛？哦，哎，在哪呢？哎，太公在这儿。哦，师傅，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。贫僧还礼了。哦，高老头儿，嗯，咱们。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？你这个该死的狗才，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？高老头，你为何以貌取人？我不是雷公，雷公是我的重孙儿呢。悟空，老施主莫怕，他是贫僧的徒弟。哦，悟空，师傅，休得胡言。
师父，我瞧这老头不省事，我帮他捉妖，他管我相貌干什么？师父，请，请。哦，师父请，师父请，请请请。师父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现场。嗯，好好。请。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？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。哦，路过宝庄借住一宿，明早便行。嗯，原来二位是借宿的，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？这借宿倒也是，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。哎，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？几个？哎呀，天哪，还有几个？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。老嫂子，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，我也好帮你拿他。说起那妖怪，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。小姐，那衙役被我赶走了，快出来吧。翠兰啊，小姐，小姐，翠兰，小姐，翠兰，小姐，妈妈，多亏壮士搭救，娘什么，小老这儿拜谢了。哎，不当谢，不当谢，不当谢，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张氏有何吩咐？哦。你小子往哪儿跑？壮士饶命啊！壮士饶命啊！这是老爷差遣，不关小子的事啊！壮士饶命！当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胆敢抢占民女，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！起轿！都稳了，都稳了！恩人，请用茶。多谢小姐。请用茶。壮士。壮士，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，要多住几天了。您意下如何？那好，遵命。第八老爷，第八老爷，第八老爷，老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嗨，那妖怪没把你吃了？嗨，什么妖怪呀？那是个壮汉子。
那高小姐呢？嗨，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。嗯。壮汉力气大呀！人是个好人呐，嗯，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。嗨，你没听他说吗？是福陵山人士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，无牵无挂的，人又挺能干。嗯，就是吃的太多呀。这要是天长日久了，哎，干的还多呢。人好，有把力气。嗯，哎，你说他这模样？模样？哼，我瞅比你强。哈气，气。哎，过得去。我说，要是把他给咱，啊，做个养老女婿，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？嗯嗯，哎呀，就是委屈咱翠兰了。要不是他，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？嗯，可倒也是。哎，就这么办了，啊？好。我看看去。哎呀，刘团长，刘团长，
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你就认了吧。哎呀，小长老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？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？翠兰呐，哎呀，翠兰呐，翠兰的小子呐，翠兰呐，岳父岳母，小婿会我娘子去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，耳朵有那么大，把客人都吓跑了。娘子，娘子，我这厢有礼了。你是妖怪？我怎么是妖怪呢？娘子，娘子，我这给你作揖了。哎，娘子。哎呀，小姐。娘子，你给我走。哎，娘子，你听我说呀。小姐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听我说呀。哎。娘子，你别跑啊！娘子，嗨，你跑什么你？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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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跑你！元爷呀，这可怎么好啊？老头子，你打主意呀！这元爷呀，元爷呀！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？哎，去，快去！娘子，娘子。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！哎，娘子，你别，要是这样，娘子，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。
就这样，云来雾去，走是飞沙，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。哦，哎呀，恐怕是又要来了吧？来了。悟空，师傅，你可降得住这妖怪？尽管放心，只要他今夜来，叫他写个退亲文书。哎，还要什么退亲文书？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，让他走了吧。哎，别怕，老嫂子，只要他今夜来，我准降得住他。坐。小长老。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？就要你一个。啊？我？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。在哪儿？来，我女儿就让她锁在那儿了。对。拿来。什么？钥匙？嗨，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，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。是啊。哦，不不不，不能打坏这把锁。要是妖怪看见了，心里有了提防，万一想他不住，我们高家可就完了。对对呀。老嫂子，随我来。进。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老嫂子。老嫂子，你倒是进来呀。夫人，爬进去，爬进去。翠兰，妈妈，孩子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别哭了，孩子，委屈你了，妈妈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多亏了这位长老。啊，妈妈。小姐莫怕，那妖精可曾来过？还不曾来过。呵。阿弥陀佛。娘子，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？啊，娘子，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？啊，那你就进来吧。啊，好，这太好了。多谢娘子开恩，我老猪来了。娘子，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。Mm-hmm.
娘子，你吹灯干什么？黑灯瞎火的，我老猪看不见你。郎君。啊。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娘子，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，你还躲什么？啊？啊？你长得那么丑，我害怕你。娘子，我是丑了点，要好看呢还不容易，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。再说。妻不嫌夫丑，我看就这么着吧。哦，哎呦！你只管做夫妻，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。娘子，你烦恼些什么？啊，娘子，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？你整天云来雾去，不知是哪里人家，什么来历？我早跟丈人说了，我叫朱刚烈，家住福林山云栈洞。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？娘子，你看，都夜深人静了，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，啊？哎，娘子啊，你好大的力气，是不是嫌我来迟了？还想做夫妻呢？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。什么？法师？我不怕。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，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爹说了，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。啊，七天大圣？娘子，这是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得回去。哎，回来。你别走啊。娘子，你不知道啊，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，我怕弄不过他，坏了名声啊。我得先回洞府去。我日后再来呀。郎君，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？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啊，这太好了，娘子，走。我可走不了路啊。啊，哎，我背着你啊。我徒弟往日降妖，总有一番拼斗。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？太公！啊！太公，太公，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。啊！哎呀！妈妈！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。啊！阿弥陀佛。郎君，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？娘子，你别急，再走一程就到了。哎呦，还有多远呢？你别问了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怎么这么重了呀？啊！
你背不动我了。背得动，背得动。我实在是，去你的！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梁总，你真好看，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！莫非你见过嫦娥？我何止见过呀！我跟嫦娥还怎么着？还怎么着？啊！你说呀！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不跟你去了。娘子，你别走啊，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。那你快说。说来就话长了，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。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，变成了这副模样。你好没羞啊！娘子，你好大的手劲儿！你，天蓬元帅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娘子啊！
崩元帅，你强娶民女，俺老孙岂能容你？天蓬元帅哪儿走？你马文，你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！你哟。过来。在此等候取经人呢。天蓬啊天蓬，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。啊，是真的？当然真的。你可别哄我。谁哄你？走吧。
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。是啊，哎，在哪儿呢？这不是来了？哦，哎呦，啊，到了！高徒好本事啊！多谢师父。阿弥陀佛。呆子，啊，还不去见过师父？切！嗯，拜见师父。悟空。他为何拜我？啊，师父，他跟弟子一样，受观音菩萨教诲，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。哦，多谢观音菩萨。悟空，嗯，快给他松绑。嗯，快解，快解开呀！师父都让解呢。啊，啊。哎，师傅，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，叫做朱无能，我还记了五魂三宴。今天见了师傅，我可以开荤了吧？啊，哎，不可不可，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，我再送你一个别名，叫八戒，如何？八戒，八戒就八戒。哎哎哎，还不去谢过师傅？谢过师父。嗯嗯嗯嗯，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。阿弥陀佛。多谢二位师父，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。老施主，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。也好也好也好，刚才，啊，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，哎，今后有妖精托臭你我两个。老丈人，你瞧啊，昨天我的衣服都让师兄给撕破了，你给我换一身吧。啊，来去去去去去，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将树枝给刮破的。过来过来。啊，丈母娘，什么事啊？念你也曾有恩于我们高家，这些个衣服拿去穿吧。哦，好，那好。好生看待小姐，老朱此去，取经不成，我还回来的。孩子，嗯，别胡说，来。哎，八戒，挑担子啊。怎么叫我挑担子？老施主，请留步。师父一路多多保重吧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呐。八戒，丈母娘，好生看待小姐。我老朱还要回来的。